让你听到就流口水的，不一定是火锅，还有可能是乌梅。三国时，曹操带兵长途行军，士兵们口干舌燥，不想走了。将士们，前面有梅子。妹子，哪里有妹子？笨蛋，是梅子，酸甜可口的梅子。士兵们听到梅子，口水直流，飞奔向前。这就是望梅止渴的故事。当我们把水灵灵的梅子低温烘干后，它就完成了水果到药材的变身。我变黑了，也变强了。中医常常用乌梅入药治疗一些慢性肠胃疾病。东汉张仲景就曾用乌梅丸治疗蛔虫病。这是一颗乌梅叫你三更丸。现在乌梅则是随处可见的小零食，口感酸甜的乌梅用来熬粥或制成饮品，美味健康同时有。在下白小生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